好，现在是5:26，我们要看日出。好像要出来了。对啊，慢一点啊。啊，有谁在？有谁在？阿G、高毅、丽媛。哎、欸，后面没有。啊，汤包跟汤大嫂。汤嫂。汤嫂。这是180的好处。电子怎么已经到底了？满的、啊，白色是满的。嗯。你不是用录的、啊？对啊，对啊。怪啊！他真的很过分，戴着眼镜，好笑。你们昨天在逛平乐时，有拿到东西？还好，我拿去买。不怪你要给我东西吗？不要，我太丢脸。有同学在骂我，平时我没有去偷，我们都叫各位买这个东西。如果各位到了现场，真的有需要，我们会。天气不好，没有日出，绝对不会叫各位买这个啊。这个一盆呢4块，我们再赚9块。他说太阳已经一支10块，我们才赚9块。对啊。对啊。那个人是你 3D 的那种眼镜啊，戴着像吗？假太阳，有没有假太阳？对。对不对？亮亮的就看到他，这还帅。好、哦、出来出来，好亮，好闪。还蛮闪，还蛮闪的。看嘛。走后不要怪我。什么？录音台看来不太会有，开始散了。太阳出来就是。对啊。5:30呢？第一道曙光吗？不行，我用什么呀？那我把我这支给你，没准你能使我那个还有点劲。我告诉你，我今天去回去，不用我有车。你看照相，汤包在这儿。一个人摄影，汤包连拍啊。啊？拍连拍，你连拍100张拼起来的，把听着动画，用老鼠用筷子，对，用动画，手指还点得够快，怎么好像要下去？你说，走3步退2步吗？啊，真的吗？要看到指甲，好像手机偷拍，哦，闪啊！拍拍照，闪啊闪啊！哦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哦，看到好像有东西，对吧？有。
对啊，只是不知道是被那个云挡住。这个都看不到了。这差不多快全部都看不到。嗯？小的。这样很小。这样不是就像在九分看吗？这比九分高很多。云海，你看那个大图有没有散掉？我那一天刚放出来，他是出来的，已经出来了，到密云那一天那里了。对啊，我也觉得。问我们张一山走一走，所以记者还是找像我们这种专业的上红山。你问我问谁啊？他。嗯。他喜欢。他想说他那边的朋友，没有拿到明天的刘一章，还没拿。我也没看到，要说是高年那个。对。因为有云的关系，然后太阳出来了，就做完餐的冰箱关进来，因为我说太阳在弄，在我们看，他们拍下来，那一坨不见得到，就散了。塔塔家，差很多呢。我都坐车坐成疯狂，坐车在塔塔家。他学你。他是要从里面出来。真的吗？还要再等吗？已经过了。他们两个是谁还露一下你会说你有毛病感冒了。对。旁边你就好了。
掉？没有，还是靠着好了，求生啊。你要讲什么都可以赢吧。可以斩点干的。大哥，没有菜呀、啊。啊，这条鱼没有走到河啊。好，我们观众朋友哈，被那个运针打到中部云层还是比较厚一点，看起来哈，不过还看到了的哈，比较没有那么漂亮。现在是来在同一个大河里面。等一下坐火车的朋友记得，我们六点钟到车站，走路的重复到神风队六点钟下广场集合。你找不到东西送人家，但是你妈咪的可以尝一下瓦萨里海南果高山。记得啊，走路的叫他帮你送，有饭店到饭店柜台。没有饭店的到游客中心小地址就可以。那个小朋友，你们今天要走新中门，看那个台湾猕猴的，记得啊，早上进去的时候哦，九点之前要进去，或者九点那个猕猴上下班的，或者九点才会下班。嗯好像都叫你有点跟着，那你加持。